这边有你哦，这里有你哦。要不要点一首啊？点一首嘛，我们来看看。不要吧，阿姨。就会吴康仁先前卷入 MeToo 风波，事后发长文否认并澄清，因长久以来正直端正的形象让网友大买单。而和邵雨薇稳定交往中的他，常在社群媒体不经意的放闪。情侣档日前一起到投币式 KTV 机台唱歌，吴康仁热唱模样被女友出卖，邵雨薇则13日以 tag 那个每次都说不唱也不点歌，最后却把麦抢去开演唱会的人，为题公开一段短片。他和吴康仁到投币式 KTV 唱歌，发现有自己四年前的作品装睡的人，而 MV 正是由男友出演，立刻撒娇怂恿，这里有你哦，要不要点一首啊？两人可爱的互动让网友笑翻。啊，这边有你哦，这里有你哦，要不要点一首啊？是不需要。点一首嘛，我们来看看。不要了，哎呦。男女主角的人。太久没唱，就会觉得这样子诠释比较好。OK。瑞现四海，影音传奇。不用打广告。装睡。那什么好送？哎呦，给，我觉得失眠呐、啊，不是装睡，失眠。